大家好，我是林佑安，这样，那我在网络上代号是 C9S， 那 Twitter 上面也可以找到。那一开始我本来是写 Perl， 然后写了很多模组，那后来因为就是台湾的 market 呢，就是大家会很害怕 Perl， 所以大部分的厂商都会觉得说，哦，你是写 Perl 的，我们害怕没有人可以 maintain 你的 code 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大量的 发展了很多 PHP 的 module 跟 framework， 像 ORM 或是一大堆的library， 那我们都是输在 GitHub 上面。那虽然 PHP 是很好用，然后也可以就是，这样听得到吗 ？OK。 虽然 PHP 很好用，有很多动态语言特性，所以。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达成一些事情。但是 PHP 毕竟还是有它的局限，就是它的效能上有问题。虽然 Facebook 有做那个 GitHub， 但是现在那个 HHVM 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要用在 production 上面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已经有上 production， 但是我们。 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还没有去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们选择了一个程序员，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在想说要考虑要接下来要采用Node.js 或者是 Go 这样子。但是一方面考虑到就是说未来我们有很多那个 service 都是就是要在那个 Monte Carlo 的机器上面跑，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使用 Go， 因为 Go 有 concurrency 或者是。 就是它可以处理很多那个 concurrency 的问题，这样子很容易的解决掉。然后一方面 memory footprint 也很小，速度又快。那什么是 Go 呢？这边有人学过 Go 吗？对，还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个Google的苹果，我这样讲讲的有点压力有点大。那 Robert Pike 呢，就是这个 Go 的 inventor 呢，就说了，他 Go 的目的是为了要就是combine safety， 就是safety 就是安全性跟 performance 效能，然后同时呢，又让你有 dynamic 的 language 的优点跟 static type 的 language 的优点。那2007年之后 ，Robert Pike 跟 Ken Thompson 跟 Robert Griesemer， 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了这个 project， 然后 implementation 是大概是在2008中的时候开始的。那2009的时候就 publish 了，就是 Golang 这样子。那2012年的时候release 了 Golang。 那 background 呢，就是 Robert Pike 是 Unix 跟 Plain 9 的那个都是非常大咖的人物。那他们做了 Plain 9 之后，做了 Inferno， 就是它是一个 distributed system， 就是分散式作业系统。然后 Nimble 呢是在这个 distributed system 上面的operating system 上面的一个 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他们很早就在 concurrency 方面有涉猎和研究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好像忘了列那个，都是优点，就是performance 是我们第一个考量嘛，还有 concurrency， 然后再来是 static code type 跟 dynamic type，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runtime 的 reflection 去做一些我们平常在 dynamic language 里面做的事情。那一方面有 safety， 就是不像。 可能 C 或者 C++ 会有那个 segmentation 的问题。那一方面来说，比 Java 来讲，就是要达到相同的速度，但是比 Java 更节省相当多的记忆体这样子。所以一方面来说，它的那个语法更简洁，比 Java 更简洁，所以可以让你更有效率的开发，就是应用程式这样子。那同时呢，也可以就是。 减少能源消耗，然后 go green 这样。那这边有一个文章是 share 说他们就是本来是用 Rails， 然后他们需要花30个 server 去做那个 production， 就是跟 load balancing。那换成 Go 之后呢，只需要两台 server 就可以了。
那这边还有很多就是成功的案例，像 Heroku 他们有用 Go， 然后 Canonical 他们的 Cloud 的那个 Platform 也有用 Go， 然后像 BBC 或者是什么 Mark 或者是 SoundCloud 就德国公司，他们做音做那个就是音效分享，然后像 Bitly 也是。那这样可以快速带过一下 Go 的一些 syntax， 然后等一下可能就是会看 Code， 所以比较不会说这么不熟悉这样子。这是一个 Go 的 Hello World 的 Code。那一开始你就是定义一个 package man。定义 package man 的时候，代表说这是一个是 command line 的那个 entry， 就是你直接可以用command line 去执行这个 package 这样。然后这边 import 这个 library， 就是我要去 import 这个 FAT 的 library， 然后你要调用这个 FAT library 里面的，应该说 package 里面的这个 method function， 就用 println 就是调用这个程式就可以了。那基本上就是很像 C， 所以有人说 Go 也算是就是互联网时代的 C 语言这样。那像定义 function 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定义，相当简单，但是有点就是这是type 定义在 variable 名称后面。那同时呢，它也有类似 C 的 structure， 所以可以定义的field， 然后跟你的 field type。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是说像 package 里面的话，你定义大写的话，代表你是 public 的 struct。所以你从外部引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调用这个 struct， 应该说呼叫，对，都可以。那 struct 里面，如果你是uppercase， 就是大写开头的话，代表说这个property 是public。那如果你是小写的话呢，它就是像是 private use。那同时你也可以在基于这个 struct 去定义它的那个 type method， 那就是这边有一个叫做 receiver， 你定义说你的type receiver 是什么，然后你再就可以像 O 的方式去调用这个 method， 比如说像 create， 然后回传值是一个int 64这样子。那如果要去 location 的话，就是像我们在 C 或 C++ 里面用的 new 或者是那个 memory locate， 就是像这样子去调用。然后这样子的这两个调用差别是说，这个叫出来之后，它是类似你就是直接一个怎么讲，就是它是实体化的。那这边是就是指到这个 structure 的 pointer，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就是直接去针对 pointer 的去做操作的话，你就去用一个这个reference 的 symbol， 然后去可以拿到它的那个 reference。那不只是可以在那个 struct 上面定义 type， 任何的 type 都可以定义你的 method， 所以你可以针对一个 slice， 就是int 的 list 去定义一些 method， 然后同时你可以做就是 interface 的，这是一个interface 的 example， 就是说我假设我要去 sort 这个我的 data structure 的时候，这个 sort package 里面的那个 sort method 它会去 check 你的 interface。那如果你有实做这两个 method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data structure 丢进去，然后就知道说哦，我要怎么去帮你做 sort 工作。那一方面Go 的优点就是说我定义完之后，虽然都是 static， 就是你可以写说 static type 或者是你要universal type 的话，在 runtime 你可以去取得说你这个 value 现在的 type 是什么。然后呢，再针对这个 type， 去做不同操作。这个语法基本上叫做type switch。那这边的话就是会回传它真正的 dynamic 的 type。然后假设来说，你这个value 是 string 的话呢，它就可能 return string。那如果它是有那个implement 那个 stringer 的 interface 的时候，就去呼叫它的string 的 method。那这边就是你在你的那个 type method 可以去定义说，譬如说你有定义这个 string， 代表这就代表了你的
type 是符合这个 stringer 的 interface， 所以假设你有任何一个，比如说 foo 的 type， 然后它里面可能是 double 或者是string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就是你只要实作这个 string 的 mask， 然后你丢过来这个 mask 里面之后呢，透过这个那个 type switch 就可以知道说哦，我有实作 stringer 这个 interface， 然后就会传就去呼叫它的 mask string mask。大家可能都会问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一个 ORM for Go 呢？就是，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实际上的话，像我们现在有一些 production system， 是它的 table 是一般人来说一定都会有10个以上的 table， 一般的网站一定会有10个。那我们的案例是就是有到60几个。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60几个 table 每个东西都要去做 crude operation 的话，你在不同地方都要去做这些东西，那你就必须写一些SQL query 的function。但是因为它是你定义的 struct 的时候是就是你在筛资料的时候其实是都是写 static type， 就是你已经知道那些确切的类型了，所以它不像一些比较动态语言，它可以让你就是写一个通用型的master， 然后就把它丢进去，自动去做 insert 这样子。然后大家会讲为什么？那有些地方我们是希望效能很好，但是有些地方其实我们是不太需要 performance 这样。那举例来说，在 Go 里面要去做一个database 的 select query 的话，就是我这边定一个 select query 的 string。然后这边是第一个 variable 的 placeholder， 那这边假设我想要去载入一个ID 是10的 user 的话，我就 db query， 然后 user ID 丢给他，丢给他之后我要去 check 这个 error， 然后这边有一个 defer， 就是代表我这个 result 如果是比如说离开这个。离开这个 function， 或者是就是它是一个 block 的时候呢，它就会去自动去呼叫这个 close， 去避免说这一方面可以让你的 code 写的比较干净，一方面就是不用像 C 或 C++ 里面到处每个 condition 里面都要写一个 free， 就是或是去处理这 memory 的问题。那做完这些之后呢，你再去检查说这个有没有 result， 如果有这边是 test code 里面的吧，那不一定是符合那个就是一般应用，可能就是如果说它没有 result 的话，就是很 error， 或者是你要去做怎么样的这样子。那做完之后呢，你要去把这些 field 过来到你的那个struct 或者是你写的一些 variable 里面。那举例来说，我这个 user 可能会有 ID 跟 name 还有 phone 还有 cell phone， 那我就int 64跟 string 嘛，对不对？那这边我们就把这个 variable 的 reference 传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填就是资料填进去，然后再检查这个 error。所以其实这样子光是 select records 就会需要这么多行的程式嘛。但是因为本身是写 Perl 的，我很懒，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 go dynamic。Okay， 那举例来说，现在如果60个 table 的话呢，假设你每60个 table 里面都会有一些像 crude 的 operation， 那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数，你可以知道说哦，我要再写大概240个 methods， 然后你可能每个 method 可能大概20行左右，那就会花掉这么多的行数去写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够动态的，然后够 flexible 的package。Library 帮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就是像 model 这样，或者是一般在动态语言里面写 class， 就是把我的field， 就是我的 table 的 field 写在这边，然后告诉它是什么 type。但是如果我们是全部都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struct tag， 就是所谓的一般的话就是叫什么，叫做没关系，先我想到再讲好了。
OK， 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定义这些 field 之后呢，我们这边可以定义就是for reflection 用的一些资料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些 Go 里面的 reflection 的技巧，这样。Reflection 可以做什么？就是它可以在 runtime 的时候帮你去拿到一些你现在这个 variable type name 或者是struct fields， 就是我想知道，哎，我这个struct 的那个 fields 有哪些，然后我要分别去拿到某些 fields， 然后拿到某些 fields 之后知道它的类型是什么。那或者是说我有一些struct tag， 就是它有点类似那个。像写 Java 的时候会有 Java DO Doc 的那个什么，就是你在 runtime 的时候可以去取得说这个 method 前面的这个comments， 然后去拿到一些资料这样子。我忘了那个名字了。那 anyway， 你可以就是还可以取得，比如说像 function type 啊，或者是你可以拿到一个 type 之后呢，去动态产生这个 type 的 variable。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一个int。但是、我这个界面可能是可以拿到 int 或 double 或者 string， 然后我这个 method 里面呢，可以去用 reflection 抓到这个 type， 然后再用这个 type 去 create 一个这个 int 的 slice 或者是 double 的 slice 之类之类的。那这边讲解一下，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type name， 那后面就是你的 type。比如说我想要接 struct 或者是我要接 int 都可以，那就是任何的东西。那 struct 里面呢会有就是 struct fields， 这个就是一个 fields， 这个是 position 0 0 1 2 3 4这样。那这边就是每个 field type， 那这边是每个 struct tag， 那这个是 struct tag 的 key， 比如说你在这个 struct tag 里面可以去塞很多 tag， 然后就是你可能会有不同的 key， 比如说 for JSON 的 encoder 的时候，你写 JSON ID 或是之类的，就是给这个 JSON package 去做 encoding 用的。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写自己的struct tag， 就是 struct tag 在里面。那 reflection 基本用法就是我 import 这个 reflect 的 package 之后呢，我先把这个那我用 reflect value of state 就可以state 就可以抓到这个。这个 reflection value， 那抓到这个 reflection value 的时候，我就可以假设我这进来是 pointer， 这是 pointer， 就是 new 往回来说是 stack 的 pointer。那我这是在这边的时候啊，我是拿到这个 stack pointer 的 reflection value， 但是我不想要 pointer 的时候，我就是再去取得 elements， 那它就会变成stack 的 reflection value， 而不是 stack。Pointer 的 reflection value， OK。那我们这边取得到这个，譬如说 state 的reflection value 的时候，我们可以取得它的 type， 就是我们在 runtime 的时候取得它的 type。那拿到 type 之后呢，我们可以去还可以去拿这个 reflection value 去拿出它的，比如说它总共有几个 struct fields， 比如说 ID 或 name 或什么一大堆的。那我就可以去iterating 这些 fields。那这边呢，这个用法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个某一个 fields 里面的这个 struct tag。举例来说，这边 i 如果是0的话呢，回到刚刚的 struct 就是这里，那就是拿到这个 string。那假设我只想要拿到这个 JSON 这个 key 对应的 value 的时候，我就只要 tag 点 get， 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 JSON 的 key。所以，举例来说，我们就可以去定义说我们的一些 meta type， meta data for 我们的 ORM。那甚至 reflection， 你可以去拿到某个 struct field 之后，你去设定它的 value。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在 dynamic language 里面去很容易做到，但是因为Go 是 stack type， 所以呢，要能够达到这个 dynamic type 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绕一点路去设定说，就是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有这些basic knowledge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开发这个 SQL Utility， 就是我们就是最基础的工具包。那我们用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像 inflector， 就是我们可以把 struct name 转成 table name， 比如说。它是 pluralized 的，就是
user 转成 users， 然后发个消息这样子。那SQL 有提到可以去 build select 或是 insert 或是 update， 就是一些基本的 back SQL 的 class generation， 大家可以在这边去。那里面怎么做呢？譬如说我拿到这个 table name 的时候，举例来说，我给他一个 table name， type name 先进来的话呢，我就去看我的 cache 里面有这个 type name cache，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去呼叫这个inflect tableize 去拿到说我转换过来的 table name， for example 就是我刚刚讲的 user 会转成 users， 或是author book 会转成 author， 然后底线然后 books。那在这边的话就是怎么去拿到这个 struct 的 type name， 就是像这样子，我直接拿到这个 pointer 的 reflection value， 然后再拿到它的 type， 然后再拿到它的type name， 然后呢我就把它丢给我刚写的那个 method 去拿到我的 table name。 那怎么去 build 一个 select class 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 method， 是你任何的 struct 都可以丢进来，任何的object 或是 map 都可以丢进来，所以我们这边定了一个 interface， 代表说这是 universal type， 就是通用型别。那你丢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你定义成 interface 的时候，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 pointer。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type switch 去看说它的 type 是什么，然后如果是 struct type 的时候，我们就去把每个 field type 跟 name 找出来之后去 build 这个 class。那接下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就是也可以用 active record pattern 来写这个我们的 DB 的 operation。For example， 我们可能会想要这样子写，我们想要初创我们的 struct， 然后呢给它这些field value 设定完之后，我们只希望能够直接写一个 create method， 就直接去 insert 这个 record。就避免我们刚刚写了二十几行，就还要出一大堆的那个的问题。那也没有问题，就是我写的这个 ORM 叫做 Gatsby， 那你可以用 Go Get 去抓到这个 package。那抓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功能，像目前我们是用 PostgreSQL， 然后也支援 transaction，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 model 里面去 begin 一个 transaction。然后支援动态的 group operations， 那很简单，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去定义 embed 一个内嵌一个 type， 那个这个 type 就是 Gatsby 的 best record。 那 best record 里面会有一些像 create method 或是 update method。 那当你直接去调用这个 staff 的那个method 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呼叫这个 best record 的 method。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直接去呼叫这个update 或是 create 之类的 method， 那 best record 它没办法拿到就是我现在的 current instance。 也就是说我在 best record 里面写了 create method， 没办法真正拿到我 staff 的 struct field。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先当然有几种 approach， 那我们这边取得一个就是说我 initialize 的时候，我先去告诉Best record 说我现在的 current instance 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之后在呼叫 create 之后呢，它就会去 create method 之后，它会去呼叫 best record create， 然后 best record create 里面就会去呼叫 best record 里面的 get target， 那就是刚我们存进去的这个 instance 的 point， 那就可以真的去做到这个 create 的动作。那 create 完之后，它会 return 一个 result 就是可以去检查说我没有 error， 如果 error 的话呢，就把卷出来的 SQL print 出来，或者是我要 panic， 我是要干嘛之类的。OK， 来看一下 code。像这边就是 best record 的，没有办法。
剩下三分钟，那就是来工商服务一下，就是我们因为要加速这个 Golang 的开发，所以我们自己做了这个 Go Train。那 Go Train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学 Go 的话，直接看这一份就够了。这是那个 Google 他们提供的这个 Effective Go， 光是看这份其实就很够，就是平常的开发了。那 Go Train 呢，就是好像因为屏幕太小的关系，这边其实这边会有一个那个 icon。这边呢，就是目前我们是开发 for Mac， 但是我们预期希望能够做那个 cross platform。那这边你可以去新增的 Golang project， 或者你可以制定的build 的 command， 或是 run command， 或是 test command。那定义完之后，你可以去定你的environment variables。那你在编辑的时候，它可以及时提供一个 continuous integration local 的。所以非常快，因为你知道 Go 编译的时候非常快，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及时的能够知道所有的编译的结果。那假设我现在要开发某一个application 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是接续，你知道去 build， 那我同时可以在左边开一个我自己的编辑器 Vim 或是之类的东西，那我可以 enable 这个 watch， 那一旦我只要去modify 这些 source code， 它自动可以帮我编译，或者是你可以去，你可以让它自动去 build， 或是 run， 或是 test， 那可以做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事情，这样子就不需要再每次都要回到 command line 去 build 这样。那Go Train 目前也支援那个 notification center， 所以如果你 enable F 的时候，就左边就会出现那个，比如说你 build 完之后有没有成功或是失败的讯息这样子。那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请问现场观众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问自己的事？压力好大。就是以前我玩 ORM 的时候，总是碰到 join 的时候就很讨厌。哦，对 ，join 就很讨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用 SQLT 去自己去compile一些 class， 就不用里面 method。还有没有人有其他问题？有没有？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